我覺得世界上係應該等待被了解嘅人係好多嘅，不過有陣時係環境所逼，咁所以令到佢哋會做咗一啲對方想要求嘅嘢啊，或者係佢喺生活所需求嘅嘢，佢未必有時間去發掘自己真正嘅內心。初咧學指紋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遺傳學博士。咁佢話俾我聽咧，原來 Alan 你嘅手指唔係淨係愛嚟彈鋼琴咁簡單，原來每嗰個背後咧都有一個佢嘅性格啦，同埋個天分所在。咁我聽完之後，我好奇究竟我自己係咪真係做呢個職業啦？咁第二就係如果我每一個學生都可以俾我了解咗佢嘅時候，咁我咪可以最快因材施教咯。每一個人天生有唔同嘅功能啊嘛，十隻手指原來有長短，就好似註定究竟你邊一樣嘢叻啲，數學叻啲啊，定係音樂叻啲啦，定係原來你畫畫叻啲，定係你係人事關係好啲。咁所以了解咗自己嘅時候，其實呢一個 energy 可以係暢通無阻啦，同埋其實世界更加美滿，因為唔需要去惡性去比較，其實應該係一個co-create 一個係 collaborate 嘅世界咯。其實我做呢個指紋咧科技化咧，同埋一個叫做普及化咧，係真係想人人都有個權益你的指紋可以出入境內，都已經可以幫你辨認到身份，點解唔可以將你原先有的天分可以話俾你聽咧？咁我好想呢件事咧，一秒鐘人人都有個機會，簡簡單單嘅都知道咁樣，所以就做咗我哋一個科技化嘅儀器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唔同嘅公仔嘅 IP， 有七隻動物去表達佢哋，希望呢件事係簡單易明咯。嗰陣時候就係咧，話好想覺得有意義嘅指紋，因為個個都知道噶嘛。咁咧咁啱，我幾年前就見到咧蘋果嘅iPhone， 佢咧就有一個指紋開關就出咗喎。咁我覺得哇不得了，世界未來嘅趨勢咧將會係睇手指就可以知道答案噶啦。咁所以咧即刻就揾咗個歐洲團隊去研發呢件事啦。研發咗都成兩年幾啊，需要，因為個團隊係要不斷揾到有指紋啦，同埋有科技呢一個嘅經驗，我哋先至可以將頭先講嗰個 algorithm。寫出嚟啦，呢個第一。咁第二就係拎到嚟翻香港咧，其實仲要做好多啲後期製作嘅。咁頭先你見到嗰部機咧，其實就係我哋香港嘅團隊點樣去將佢擺出落去一個硬件嗰度。結果咧，而家就引嚟好多商場啦，或者品牌啦，佢做推廣啦，或者係一啲咧 HR 嘅 department 咧，想愛嚟做 training 之用啦。佢哋會覺得咧，比可能傳統嘅答問問卷形式快好多啦。咁而且咧，你只有得觸碰式嘅，好似覺得好玩啲嘛？點解會喺身體上面知道有啲嘢？你又唔識我？但係你又知道答案咧咁樣，咁第三就係啲動物出嚟咧，佢哋就哈哈大笑，覺得哇！我一睇就想當然知道原來你係咩性格，我係咩性格咁樣咯。其實都幾奇妙啊，覺得係因為我哋咧將呢十年啦，頭先講嗰個經歷啦，咁有個心願就想寫出嚟。咁入到商會，其實好多好多朋友俾一啲智慧我啊，點樣可以將佢集結成一啲可以幫人嘅事情。咁跟住去到我真係要想出書嘅時候咧，其實我遇到一個好好嘅 publisher， 佢九秒九咧係。好仗義咁樣就即刻就應承咗同我做呢件事啦。咁而當中咧，我哋成個團隊咧，其實我係第一次噶嘛。咁由去到咧封面啦，你見到好靚，去到咧每一頁咧唔同嘅心思。顏色的排版啦，九秒九是兩個月之間，由五月中至到七月中出世在呢個書展裏面嘅。哇！如果冇咗呢個商會同埋呢個商圈，我覺得應該今天呢件事點樣九秒九都出唔世唔到啊！咁喺一個廣州嘅論壇嗰度啦，咁啊羅傑斯啊 Jim Rogers 就係個主講嘅嘉賓啦。咁咧我冇諗過係喺二百幾個觀眾裏邊，你知㗎啦，咁多人嘅場面我。你怎樣可以得到他的 attention， 咁結果是真係有一個機緣在他身邊一起同佢影張相啫。咁跟住我就已經係爭取呢個機會，九秒九捉佢隻手指問佢可唔可以嚟睇下啦。咁我諗喺佢未有好防範嘅時間咧，佢就已經啟發咗佢好奇心。
跟住佢就好想知道究竟我睇到啲咩嘢啦。咁佢開頭仲以為係我講風水命理添，所以結果咧引得佢第二日咧，佢自己主動 send email 嚟問我，就係、是、喂，你睇到我啲咩嘢啊？我好想知道自己有冇得再好啲，同埋我係咪真係做咗自己啊？就係呢個話題打開啦。最後引發咧係好得意噶，首先同佢做咗朋友先啦。咁但係佢咧係呢個逆向思維嘅蝙蝠啊嘛，咁咧中意倒轉睇呢個世界，同埋中意啲咧奇怪嘅事情嘅。咁所以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好多時候都用咗呢個策略咧，佢就覺得幾得意喎，你呢位朋友又可以溝通得到喎。結果我哋好大膽嘗試咧，將我十年嘅指紋學咧，想變成輯錄成一本書。咁我最後尾嘅時候咧，就提出就係請佢不如同我寫個序啦咁樣。咁我又冇諗過咧，佢真係九秒九咧，即刻當日就喺個 email 度答我啦。咁兼且我好好彩地咧，佢路過香港咧，我又可以邀請佢做發布會啦。咁而且最開心嘅就係咧，佢完全同佢嘅成功嘅人生之道咧係不謀而合。要成功就一定是要做自己，要做自己首先第一步就是認清自己先，跟他自己教女女和他自己成功的投資的人生之道都是這麼巧有關的，所以我們一拍即合就立刻他支持了我們就出了這本書。不僅只是書，我覺得應該變成一些 training、教材或者一些故事的內容，可以感染多些家庭和一些上進的朋友，因為講緊這個內心世界其實是靠我們自己去發掘認識自己的潛能多一點。好像他說如果你是天生的是做麵包師傅的，其實這個就是你的特長之處，如果你是天生的去做農夫的，其實人類的食物就是靠你去栽種了，所以其實行行都出狀元，看看我們認不認識自己的天生的使命。